跑咗出嚟嘅，知道 ？OK， 好啦，第一件事跑咗出嚟要爭取乜嘢？第一個選舉，係啦，你講得先，加一分，要爭取第一個選舉同志，明唔明？爭取第一唔得就第二，第二唔得要第三，知唔知？盡量爭取，盡量慢慢吸入去，你哋一天就得啦。